马上就要到家了，激不激动？激动。我要回去看一下我那个鹅。我要回去看小来福。嗯，小来福，对。啊，不是，我要看我玉米。来看一下那个回来的那只羊。玉米是不是被羊吃了？哦，还对，还有菜园。赶紧的，好激动！黑的小毛驴啊！哦，对，我的小毛驴不知道有没有生锈我。还有多少米了？还有几百米就到家了。虽然这人回来了，心还没回来。看这样子，家里也挺热的。这里开。那个鹅好像还是走前天晚上回来了，好像少了一只，不知道是不是没跟回来。少了一只。到家喽！这衣服不会是我走之前晒的吧？还在那里挂着。嗯，都晒敏了。我的天哪！看样子爸爸狗比爸爸重要。哎，这个修了，真的修好了这个路。来福在哪里？我的小电驴。哎，我的鹅在这里。鹅，我的鹅在这窝里面。在里面，好大啊！在里面躲鹰，哪里？哎呀，在里面！哇，这一回来要大扫除，看这个样子，还笑啊！完了，他不认我，你看你换他就出来，真丢了一只，走丢了吗？还是什么？还认识我吗？哥，还有吗？你看，又搞丢了一只。他会认我吗？会，现在会回来。哥，好久没见了哟。你俩会吃玉米啦？嗯，之前都不吃玉米，哎呀，我吃玉米了。你每天回来都喂一点，它就会自己回来，是吧？哎呀，我的鹅呀，长大了这么多，就剩五只了。前几天看拍还是六只呢。哇塞，这真的是天天吃泡面。这我回来真的要大扫除啊！这。空空的，真的要，哎呀，这么小，啊，吓到了，我要叫，好小，这比视频里面看的还小，谢谢别叫，吓到了，你看吓到人家了，来摸它，给吃的给它，给弄出来，吓都吓死喽。小牛过来，你吓到人家了。你要说这哪里来的女汉子哦？他说把我吓了。怎么还有莲藕啊，土豆？从外面去看一下。还有手你干嘛的呢？我没见过。啊！哎呀！你摸到的干？哎，是历史。这就是他的玩具厂，你爸爸的鞋在这里，他还是这他搞的，是他玩具。真是服了，什么都往这里。大扫除还笑，快点！大扫除，看这个房，这个，哎呀，这就是单身汉的生活，单身汉的生活，好不好过？没有人烦你哈、哦。想做吃的嘛，也没意思。那个火腿肠，买给狗吃的那个火腿肠，也被你吃完了。嗯，跟狗一起吃哈。刚来的时候这个狗不吃，我靠，不吃我吃。你看怕它跑，你看按着这里。这里小来福，它这个吃的最多能吃一根吧，好小这，哎呦，饿了。你看，不要看尾巴，饿疯了。你再拿一根来。过一段时间再喂它，不能吃多了。它真的吓到了，你看它那耳朵什么都是吓到的。又给它洗洗。呀，真香！哎呀，
可惜就剩五只了，他跟着鸭子玩了玩了就自己回去了。嗯，孩子孩子老师你也会游泳哦。还有一只不知道是跟别的鸭子走掉了还是死掉了还是什么的，他和别的鸭子私奔了。因为那几天我也没有管他，他没上门我也就让他。昨天没在家不是自己回去了吗？前天也自己回来了。哦，就是每次回去要给点那个吃的给他，他就会天天想着回去。福宝，你到了教场去接他福宝可以不？这太小了，福宝宝。嗯，还是儿子听话啊，拖地对，好多他的尿。哼，他说怎么今天突然多了这么多伙伴，每天就我一个人静，安安静在家里。哎呦，福宝，不要怕啊，我们就是跟你的伙伴哦，以后。先就这样简单的收拾一下，去菜园看一下。比刚才应该费点多了。看一下，哎呀呀，成这样了！哇，长了好多茄子哦，好大的茄子，是不是？多少茄子？茄子倒是长得挺多的，他们都不喜欢吃。你看，这都老了，你爸都不吃。这么大都老了，你爸爸在家里没做过一次饭。长了好多瓜，看见没？羊角蜜都要浇水了，估计。来那里，哇、哦，那里好多。你看，这玉米长得还挺大，我儿子栽的，好高了呀！他又开心的不得了，里面也长了一个。看里面大一点的能吃的瓜。这个可以吗？感觉还没熟哎，长是长得挺多了，你看，到时候还会越长越多。这个好大，去尝一下好不好吃？走。全部都踏平了，这哎，那只羊看到没？这是后面回来那只羊，还记得我吗？来看我，小羊，你儿子嘞？你自己回来，你儿子没回来？这个公的，那前面那个是小的，有点吃草。你坐在这里在干嘛？守羊？啊？放出来就要守是吧？嗯。我觉得你要这样说，嗯，这羊放出来我又不管了，其实你人在暗处看着，看有没有人在偷，抓个正着，是吧？走。出现这一些事情，拍视频不要乱说话，知道不？啥也不敢说了，还是拍拍钓鱼好啊。嗯，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，是吧？其他的东西养殖这些这行都不要拍。嗯，拍拍吃，拍拍钓鱼，拍多了这些暴露了也不好。你俩在守啊，我先回去做饭给你吃，然后等太阳下山的时候，我过来搞一个菜园，看能不能补救一下。对。来就不愁，家里没人还是爱吃饭，就泡面啊，那得还有两包泡面。嗯，在这守吧，好好守着，跟着看紧点。这是你二十多天第一次在家里这样吃饭吗？对，饿疯了。还是米饭香，挺好的，省点米饭。我看那个米，我走的时候多少，现在回来还是多少。嗯。看你样子也没瘦啊。我这人喝水不知道。